好，来继续来看南投的秀光高中，去年甲澳洲的阿德雷德国际学院来结为姊妹校了后，特别邀请到学院的教授来学校参访，大家互相交流学习。提做模具实在，邀请国外贵宾动手来做，有学生啊小放盘，增加多元交流的机会。南投县秀光高中为了欢迎来自澳洲姊妹学校的教授，特别安排体验草屯在地特产。这个机会我非常的珍惜，也非常的把握。双方在了去年签订做姊妹学校了后，进行真侪摆线上的教学，学生会当直接和国外学生对话共同学习。即摆嘛进一步安排实际交流，在了推动双语这方面会当互相分享经验。南投县的一个子弟哈，未来出国到留学哈，或者是说到外国做一些交流哈，都可以不用担心经费的一个问题。透过去做姊妹学校，秀光高中嘛拍开真侪项国际文化，嘛期待未来会当有更侪多元的交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